我的队长啊，快，快带他到后。
后三招对我，路易救我的吗？你不记得了？啊，那你呢？我惹的祸，我挡着，快走，快走，我快走，进来，快走。叔不会使鬼子的手雷，也就没能当成烈士。我姥姥也是后来才知道，鬼子的手雷拔了环儿，还得磕一下以后才会炸。不过幸亏郭大叔没有当成烈士，才会有了后来更加精彩的故事。自从侬阿里克我写的不了他了，你都知道我写的克罗看来你是在等只要你说出太君的宝贝藏在哪儿，就不是烧死你。小子，你告诉他，他不是想知道宝贝在哪儿藏着。摸门儿。你打头，他
太君，把他交给我，不信这么服他。小子，你不是咳嗽了吗？不是伤风了吗？老子给你好好考考啊，罚哎，老子不在乎，老子是太上老君大陆里边的孙大圣。お前も僕がここに入るなんて、なんでこんでだ。はい。那是太君的宝贝，嘿，那是观世音菩萨，是我们中国的宝贝，你们都是贼，全都是贼。太君，一会儿他就不再碎硬了。另外，去我国，那个宝贝还没有出存。那么大、那么沉的东西是魔法过河的，要运进山，必须走那座老石桥，而那桥一直又被咱是守着。我看，不如把桥给炸断了，八路的后路，然后咱就可以慢慢走了。昨天刚挖到这儿，咋样？舒服舒服吧？哎呀，舒服啊，好舒服！少少，再少。
Ah!
个星期得给你开路，你记住。大叔，你去把那卡车了。用这儿对准这儿，然后再对准鬼子抽这教你妈下柴，把火烧的我八嘎，好嘞大勇，好嘞，我在那边火腿子。你死了，滚不得快呀。阿鲁你太天哪，不是说大家该可比你我拉了很多，但你过了这段太君，
的地方都有拔路了，不过你过来我告诉你，我知道哪里有西瓜。西瓜在那里。
私の父さんの父さん、すなわち私のじいさん、昔日本軍について中国を侵略し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。その時に悪いことをたくさんしました。この間彼が亡くなる瀬戸際に、私の代わりに中国に行きなさい、亡くなられた方々の霊魂に謝罪をし、全ての中国人に謝罪しなさいと強く言われました。讲给了我，现在我又把这个故事讲给了你们大家，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《过去的故事》，讲一讲过去的故事，有时候也是很开心的，对吗？对了，还有那个时代的歌曲。来了群小鬼子儿啊，大墙上挑个面小旗子儿，鼻子下留着朵儿小胡子儿，抢咱的东西还杀咱的人儿，行吗？啊呸！老少爷们儿，姑娘媳妇儿啊，吵起那家伙站起了队儿，跟上咱八路就戳了分儿，一来甭说他还见分儿，死到下辈那鬼子的魂儿，谁敢欺负咱？そうですね。
村头来了群小鬼子，大枪上挑着面小旗子，鼻子下留着朵小胡子，抢咱的东西还杀咱的人，行吗？啊呸！老少爷们儿，姑娘媳妇儿，抄起了家伙咱。